家好，我是Will，欢迎来到 X 调查。一个夏天的中午，京都市消防厅接到一通报警电话，有人报告一栋三层楼的工作室大楼起火。消防员接报后迅速赶到了现场，然而火势已经蔓延开来，他们花费数小时后才将大火扑灭。从现场情况来看，系人为纵火，他是何人所为？此人又为何要制造这场惨剧呢？接下来就为您讲述京都动画纵火杀人事件。故事发生在京都市，它位于京都府南部，是大阪都市圈的组成部分。在京都市南部的福建区，靠近宇治市的地方，有一栋三层楼高的大楼，它是日本知名动画公司京都动画的分部及第一工作室。京都动画的总部位于宇治市，旗下有三个工作室，其中第一工作室就在总部以北不到2公里的地方，距离京阪宇治县六地藏站120米，职员上下班交通便利。第一工作室是一栋三层楼高的建筑，两侧各有一处停车场，大门离街道并不远。从正门进入楼内后，通过右手边的移门可以到达大厅，那里是前台招待处，有供休息的沙发、茶几。继续往里走，有一部直达三楼的螺旋楼梯，楼梯并不宽敞，一次只能通行一人。继续往里走，位于左手边方向有一部普通楼梯，旁边是会议室、茶水间。一楼的尽头有两间公共厕所。工作室的二楼和三楼是办公场所，其中包括动画制作部门、影视拍摄场地等。在2019年的一天，京都动画第一工作室的职员们像往常一样抵达工作室上班，大家互相问候早安，开始一天的工作。然而正当他们埋头工作之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突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推回到2019年的7月18日。2019年的7月18日，这天是个星期四。七月中旬的京都市骄阳似火，潮湿闷热，这样的酷暑天气对在室外工作的人们来说是一大考验。这天上午，在京都市福建区的南部，有两名工人正顶着烈日在停车场工作着，他们分别是39岁的高桥先生以及58岁的大川先生。上午10点半，高桥先生差不多忙完手中的活，汗流浃背的他打算歇息一会。正当他抽出挂在脖子上的毛巾给自己擦汗时，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不远处的楼房上空升起一缕浓烟。一旁的大川先生也停下了手上的工作，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那里正是京都动画第一工作室的大楼。只见大楼已经燃起了橙色的火焰。两人意识到大事不好，他们立刻放下工具，朝着工作室大楼的方向跑去。没多久，他们就来到了大楼下方。此时有一名男子，职员 A 正从三楼的一扇窗户翻出来，他双脚踩在外墙凸起部分，紧贴着外墙，一步一步地移动到一旁，试图避开窗口处呛人的浓烟。此时他所带的高度离地面有8-9米，如果不慎跌落，后果难以预料。与此同时，一楼女厕所也传来呼救声，通过窗户可以看见里面有3名女职员，但厕所窗户被外面铁格网封住，他们无法逃出。见此情形，高桥先生和大川先生立刻折返回了停车场，很快他们带着一架梯子和一根撬棍赶了回来。火势蔓延得很快，现场除了高桥先生和大川先生两人，还有不少好心人从附近赶了过来提供帮助。高桥先生用带来的撬棍撬开了一楼窗户外的铁格网，然后与大川先生将女厕所里的3名女职员救了出来。接着他们开始尝试营救困在三楼外墙上的职员 A。 职员 A 从三楼窗户翻出后，到了外墙的某个位置进退两难。高桥先生和大川先生找来的梯子只有4米长，长度不够。接着两人将梯子架在了墙角处，那里有一根自上而下的排水管道，他们示意职员 A 移动到排水管道的位置，然后顺着管道往下滑一小段距离，就可以够到梯子了。职员 A 根据指示，小心翼翼地踩着外墙凸起的地方，朝着排水管道的位置移动。下方原本和其他人一同扶着梯子的高桥先生，他顺着梯子爬了上去，但高度还是差一点，他无法够到职员 A。此时屋子里的火焰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外扩张，滚滚浓烟从敞开的窗户向外涌出，情况十分危急。支援 A 见状，赶忙松开了抓住排水管道的双手，朝着高桥先生的方向纵身一跃，随后被下方的高桥先生牢牢接住，支援 A 成功获救。在刚才这几分钟时间里，有几人从大楼大门逃了出来，还有几人从二楼或三楼阳台跳了下去。这天工作室上班的职员共有70人，据悉还有一半的人没有出来。
上午10:40，在接到救援电话后，大批消防员和医护人员赶到了现场。由于工作室里有各种手稿之类的可燃物，导致火势蔓延速度非常快，几乎每扇窗户都有烟雾和火焰涌出。这样的情况，即使对经验丰富的消防员来说也是一大考验。由于大楼内温度过高，消防员无法进入，他们只能先从外部喷水。考虑到大楼内可能还有人等待救援，几名消防员背起装备，奋不顾身地冲了进去。医护人员在附近搭起了急救帐篷，这样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处置伤者。火势得到一定程度控制后，几名消防员乘云梯登上了屋顶，他们打算通过屋顶的门进入楼内。门虽然没有上锁，但门的另一端似乎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无论如何无法推开。随后他们从3楼的窗户进入，再从楼梯登上顶楼。在楼梯通道里，他们被眼前的一幕惊住。在这段宽 1.2 米楼梯上叠放着数十具烧焦的遗体。推测火灾发生之时，大家争先恐后的想从楼梯跑向屋顶。由于通往屋顶的门是向内拉开的，无法推开，最前面的人想要拉开这扇门，但身后不断涌来的慌张的人们，最终前面的人不断被后面的人挤压，因此无论如何也没能打开这扇逃生之门。在第一工作室周围的街道上，有55辆消防车和救护车赶来支援，这占到全市总量的一半。消防员奋战了5个小时，下午3:19，大火终于被扑灭。京都动画第一工作室3层楼房屋几乎全被烧毁，内部无完好之物，只剩下大楼混凝土外壳。许多人已经无法辨认身份，法医通过牙齿比对识别出一些遇害者的身份。当天在工作室上班的共有70人，火灾共造成36亡、32伤的惨剧，包括京都动画的元老级大师61岁的木上义志、冰国与幸运星的导演及监督47岁的武本康弘，以及电影《生之行》人物设计师37岁的西屋泰治等，都不幸因这场大火丧生，有半数遇难者都是20岁至30岁的年轻人。京都动画又称京阿尼，该公司成立于1981年，前身为京都动画工作室，以动画企划制作以及动画相关的技术指导为主营业务。该公司因动画制作精良而被人们称为京阿尼品质。其中冰果、小林家的龙女仆以及紫罗兰永恒花园等等成为脍炙人口的热门动画，在国内外深受好评。然而有赞扬的声音出现，就不乏质疑的声音。有不少网络键盘侠公开抨击京都动画，他们也曾收到过不少批评信。警方在现场勘查时发现了人为纵火的物证，位于1楼螺旋楼梯的西侧烧毁最为严重。调查人员在附近发现了融化的塑料水桶以及打火机的残骸。位于工作室大楼附近的一条巷子里发现了一个汽油罐，里面装有30升汽油。在大楼正门的不远处还发现了6把菜刀和1把锤子，其中有5把菜刀被装在一个袋子里。据了解，京阿尼第一工作室的职员们出入工作室时通常需要刷门禁卡，但案发当天的情况有些特殊。工作室在中午11点要会见 NHK 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一起商讨推广一部残障人士运动的动画短片。为方便来访客户，工作室在这天特意临时解除了门禁。火灾发生前，工作室的职员们有的在1楼会议室做会前准备，有的在2楼、3楼画室里手绘底稿以及剪辑动画，所有人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工作。上午10点半，一名身穿红色 T 恤、蓝色牛仔裤、身材肥胖的男子提着一个水桶闯进了工作室大楼。还没等前台人员反应过来，该男子就举起水桶将里面的液体倒在了前台职员身上，顿时一股浓烈的味道扑面而来。很明显，水桶里装的并不是水，而是汽油。接着男子继续往里走，在螺旋楼梯所在的位置，男子停了下来。他将桶内剩余的液体全部倾倒出来，然后大喊一声去死。接着男子用打火机点燃了液体，大火瞬间燃起并朝着四周扩散。此时在1楼的许多职员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不断蔓延的火焰困在了屋子里。1楼的一些电器此时发出了噼啪的爆炸声，随着一声巨响，升腾的大火顺着螺旋楼梯直逼2楼，很快2楼被火焰侵蚀，大火又源源不断地朝着3楼的方向移动。而那名纵火男在火焰燃起的一刻就逃离了现场。参与救援工作的负责人表示，火灾发生时整栋楼温度迅速升高，并达到了人类无法承受的地步，这加大了被困人员的逃离难度。现场发现的33名遇难者中，有31人是在2楼以上被发现的，其中有19人是在3楼至屋顶的那段宽 1.2 米的楼道内被发现的。通过事后火灾模拟可知，当火灾发生30秒后，楼内的2部楼梯被浓烟完全覆盖，变得几乎无法使用。2楼的阳台成为了逃生者的主要疏散通道。位于2楼和3楼的职员，他们离开大楼的唯一方法就是从阳台跳下去。
据现场逃出的职员表示，火灾发生时，有超过一半的职员被困在各个楼层里，无法离开。一名幸存下来的男职员表示，火灾发生时，他正在二楼办公，当时浓烟弥漫了整栋楼，四周漆黑一片。在视线被浓烟模糊之际，男职员看见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光线，于是他用手捂住口鼻，放低身子朝着光亮的方向走去。接着男职员将通往二楼阳台的窗户打开，来到了阳台上，但二楼阳台距离地面高五六米，为了活下去，他还是从阳台跳了下去。由于有一定的高度，他的身体落地时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不过好在活了下来。另一位获救的男职员 A 表示，当时他试图跟随20名同事顺着楼梯往上走，前往屋顶，但浓烟让人呼吸困难，于是他就从3楼的窗户探出身子打算透透气。就在这时，他注意到外墙上有一排凸起处，宽度刚好可以落脚，于是他就从窗户翻了出去，之后被赶到的高桥先生等人合力救下。根据当天上午10:33至10:36现场附近的监控录像，火灾发生时共有27名职员从火灾现场逃出，其中有6人从3楼跳了下来，其余人相继从1、2楼逃出，在2楼的都从阳台和窗口跳下。位于工作室以西500米处的加油站一名店员表示，当天火灾发生的半小时前，一名身穿红色 T 恤、蓝色牛仔裤的男子出现。他推着一辆放着汽油罐的手推车来到加油站，然后购买了40升汽油。之后，该店员注意到那名男子朝着工作室方向走去。住在附近的一名60多岁的女子向警方表示，火灾发生之后，她目睹一名全身烧伤的年轻女子尖叫着从工作室跑了出来，然后跑进了工作室以东100米处的一家米店。这名烧伤的女子向米店的店员大喊救命，声称一名陌生男子闯进工作室，朝里面倒了一桶汽油并点燃。火灾发生后，纵火男随即逃离了现场，但他身后有两名男子在追赶他，这两人都是工作室的职员。火灾发生前，这两人在一楼办公，当纵火男闯进时，两人察觉到了异样，之后两人也离开了工作室大楼，紧紧地跟在纵火男的身后。在位于工作室以南90米，距离六地藏站仅隔一条马路的地方，两人追上了纵火男并将其控制住，随后纵火男被闻讯赶来的警方逮捕。纵火男名叫青叶真司，至年41岁，家住崎玉县崎玉市，没有固定工作，依靠政府发放的救济金生活，平日很喜欢去博青哥店。青叶真司从小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有两个兄弟姐妹，他在家中排行老二，父亲是一名计程车司机，因工作原因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孩子们的成长，青叶真司他们是在街坊邻居的照料下长大的。青叶真司的父亲曾在家乡茨城县生活过一段时间，当时他在一家幼稚园里担任校车司机，然后遇到了青叶真司的母亲，对方是这家幼稚园的老师。两人交往前，青叶真司的父亲就已经在当地组建了家庭，和原配妻子育有6个孩子。之后，青叶真司的父亲为爱抛弃了前妻和6个孩子，与现任私奔来到崎玉县的浦和生活。两人婚后生下了3个孩子，其中就包括了老二青叶真司。一家五口人住在一间破旧的公寓里，生活很拮据，但好歹还算过得去。好景不长的是，夫妻俩时常为一些生活琐事发生争吵。在青叶真司9岁时，父母离婚，老二和妹妹与父亲一起生活，老大与母亲一起生活。之后母亲改嫁，从此不再来往。这次变故后，青叶真司性情大变，变得十分内向孤僻，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升入中学后，青叶真司遭到了校园霸凌，变得非常不爱上学，就连学校老师也拿他没办法。这一时期，担任计程车司机的父亲在工作时发生了事故，受了重伤，无法继续工作。由于失去了收入来源，一家人的生活变得无比艰难，父亲常常将怒火撒在孩子们的身上。在这种家庭环境下，也影响了青叶真司的学校生活，他时常逃课，直到毕业那天也没有出现在学校，就连他的毕业照也是另外单独补拍的，同班同学里有很多人都不认识他。中学毕业后，青叶真司在崎玉县的一所夜校读高中，他半工半读，在崎玉县立档案科有一份兼职工作，工作内容是将公文送到各个科室。每次他出入办公室都会面带笑容，充满活力地向每个人打招呼，从没有迟到或缺勤。与他共事过的同事都对他印象深刻。高中毕业后，青叶真司没有继续升学读书，为了补贴家用以及供妹妹上学，他身兼多份工作。19岁时，他与崎玉县立档案科3年工作合同到期，当时崎玉县政府为削减人事经费，决定不再雇佣他。之后，青叶真司离开了家，从浦和市搬到了东北方向的春日部市，并在一家便利店找了一份全职工作。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青叶真司21岁那年，一件事情的发生改变了他的人生。这天，远在浦和市的父亲在家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久未相见的兄长闻讯后返回家中为父亲办了葬礼，但没有亲戚前来悼念。
父亲的突然离世导致这个家庭濒临瓦解，兄长虽返回家中，但无力照顾两个弟妹，家中拖欠的房租也无人缴纳。青叶真司的妹妹因不堪生活压力搬进了贫民窟，自此之后青叶真司便与兄长妹妹断了联系，逐渐疏远。五年后，青叶真司的妹妹效仿父亲，在租屋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短短几年时间，青叶真司先后失去了两名至亲，这令他备受打击，导致他陷入了无法走出的精神困境。28岁时，青叶真司因在埼玉县偷女子内衣被判2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之后，青叶真司先后前往了埼玉县、茨城县找工作，但无结果。在当地公共职业安定所的帮助下，他入住了茨城县长总市的就业促进住宅。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与邻居发生矛盾。据该住宅楼的一名管理员表示，青叶真司在此居住期间时常拖欠房租，而且经常会在凌晨用钝器敲击墙壁以及大声播放音乐，邻居们不堪其扰。一天晚上，青叶真司突发癔症，在租屋内用双手将墙壁打出凹陷后，又打破了房间内的玻璃，然后跑了出去。凌晨时分，在茨城县以西的坂东市，青叶真司闯进一家便利店，抢劫了2.1万日元。中午11点，他前往当地警局自首，表示自己受到了奥姆真理教的影响，头脑发热实施了犯罪。青叶真司因此被判处了3年0.6个月的有期徒刑。服刑期间，青叶真司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病，并接受药物治疗。3年半后，青叶真司刑满释放。在接受社会福利救济的同时，他搬进了埼玉县埼玉市，也就是现在居住的公寓里。他虽不再拖欠房租，但行为举止还是表现得十分怪异，比如会在深夜骑单车外出，或在睡前用重低音喇叭大声播放动漫和游戏音乐等。他时常因噪音扰民问题和邻居发生争执，诸如此类的纠纷事件还有很多，但谁也不会想到青叶真司竟然会去纵火。而这样的行为导致了36个无辜的生命离开了这个世界。时间来到案发3天前，青叶真司在与一名27岁的男邻居发生争执后离开了家。根据周边的监控录像显示，这天上午，青叶真司从银行取了一笔现金，之后搭乘新干线前往了京都市。下午抵达京都市后，青叶真司前往了南面的宇治市。下午2点20分，位于京都动画总部以北100米的街道上，青叶真司身穿红色 T 恤、蓝色牛仔裤，背着双肩背包出现在监控画面里。之后没多久，他又出现在了京都动画总部以西400米的第二工作室附近。当天晚上，青叶真司使用真实姓名在京都市的一家旅馆办理了入住。次日上午，青叶真司前往 JR 京都站站前的一家网吧，在里面待了2个小时。之后前往了宇治市，在 JR 宇治站周边徘徊了一阵，又返回了京都市。通过行动轨迹可见，青叶真司正在实施踩点，为之后作案做准备。在案发1天前，青叶真司仍穿着与前2天相同的衣服。这天上午，他在第一工作室以南6公里的家居中心购买了汽油罐、水桶和手推车。下午监控拍到他推着一辆装满货物的手推车步行至京都动画总部附近停留片刻。当晚，青叶真司步行返回了第一工作室附近，在西南方向500米外的桃山周博公园夜宿了一晚。案发当天上午10点，青叶真司推着手推车来到了第一工作室以西500米处的加油站。他向店员购买了40升汽油，接着他推着手推车朝着京都动画总部的方向走去。走了一会，青叶真司可能觉得等他走到总部已经很晚了，于是他临时改变了主意。青叶真司来到了工作室附近的一条巷子里，将10升汽油倒进了水桶里，然后提着水桶朝着第一工作室走去。在进入大楼作案后，青叶真司随即逃离现场，但他也被爆炸冲击灼伤了身体。他不顾身上不断燃烧的衣服，在街道上狂奔。在工作室上空蔓延滚滚浓烟时，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他们随即拨打了消防电话。但他们不知道的是，青叶真司就是这场火灾的元凶。不明真相的附近居民纷纷上前帮助青叶真司将身上的火焰扑灭。就在这时，有2名刚从第一工作室逃出的职员认出了纵火者，他们立刻上前将准备逃跑的青叶真司扑倒在地。该地位于第一工作室以南90米，距离六地藏站仅隔一条马路。随后警方赶到现场，逮捕了纵火者青叶真司。当被问及为何纵火时，青叶真司表示，这都是那些人咎由自取的，因为他们抄袭了他的作品。火灾发生后，青叶真司因烧伤而被送往医院急救。尽管他在不久后脱离了险境，但他身上的伤势仍十分严重，全身需要进行大量的皮肤移植手术。在这种情况下，警方无法对青叶真司本人展开调查。案发后，由于这起纵火事件非常震撼，不仅包括日本民众，就连海外的京都动画粉丝们也都急切地想要知道事情的起因是什么，纵火者又对京都动画怀有怎样的深仇大恨。位于埼玉县埼玉市的一处公寓里，警方进入了青叶真司的住所。房间里面一片混乱，
墙壁上到处都有敲击过的痕迹，房间的门窗全部破碎，一台笔记本电脑被砸坏，屏幕碎片散落一地，在卧室的地板上放着一台黑色的音箱。该地居民表示，青叶真司搬到这里生活的3年期间，从不与人来往，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有一位40多岁的女邻居向警方表示，在1年前的晚上，自己曾被青叶真司房间里传出的音乐声惊醒，当时她感觉脑袋嗡嗡作响，地面仿佛震动一般，便当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有多名警员赶到了现场，但青叶真司僵持着没有打开房门，音乐声依旧此起彼伏，不减反增。半小时后，几名警员从阳台破窗进入，这场闹剧才得以停止。居住在青叶真司对面的一位男邻居毕先生向警方表示，在案发4天前的中午时分，青叶真司突然无缘无故地敲他家房门，还疯狂地扭动他家的门把手，之后又返回自己的住所，用钝器敲打墙壁。毕先生被吵得很恼火，于是走出房间提醒青叶真司小声一点，可青叶真司突然瞪大双眼扑向了他，还抓住了毕先生的头发以及揪住他的衣服，嘴里还不断重复说道，杀了你，我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这是毕先生第一次与青叶真司对话，对方气势很强，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自己真的要被对方杀掉了。以前在深夜时，他也时常听到青叶真司大声播放音乐，为此也不下报过5、6次警，但当时的经历远不如这次令他感到恐惧。在与青叶真司产生争执过后，毕先生随即前往附近的警局报案，当天他甚至都没有赶回家，而是去了朋友家借宿一晚。第二天，毕先生在几名警员的护送下返回了家中，此时青叶真司已离开不知去向。案发4个月后，青叶真司的病情已有明显好转，能够与人进行言语沟通，青叶真司也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鉴于青叶真司的身体状况，警方尚未针对他做进一步长时间的调查取证，警方决定等青叶真司的身体状况恢复良好后再执行正式的逮捕。但没有想到，随着新年的到来，受到疫情影响，日本进入全国防疫状态，原计划要对青叶真司的逮捕程序也被推迟。案发1年后，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纵火罪等5项罪名将青叶真司逮捕。也就在这天，青叶真司的样貌首度公开在媒体大众面前，画面中的他躺在担架上，灼烧的皮肤清晰可见，部分身体仍被绷带包裹。关于许多人关心的作案动机，青叶真司表示，他创作的小说被京都动画剽窃，所以心生怨恨，实施报复，声称用汽油作案能够杀更多的人。根据警方的调查，青叶真司曾投稿参加京都动画举办的小说征稿比赛，在青叶真司的住所中也找到了他投稿的小说手稿，内容是校园主题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但根据京都动画方面的证词，青叶真司虽参加比赛，但他的作品在第一阶段的审查就已遭到淘汰，而京都动画之后制作的内容也与青叶真司小说的内容没有关联。至于青叶真司的作案动机是否合乎现实认知，又或者出于其他原因，这些都是等待揭晓的。有人希望警方或者京都动画能够公开青叶真司投稿的小说内容，让大家来评判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的剽窃行为。青叶真司自第二次入狱刑满释放后就已确诊了精神疾病，他在疗养院疗养了一段时间之后没有去找工作，靠政府发放的救济金勉强维持生计。一位友人表示，青叶真司的兄长在其父亲妹妹自尽了几年后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再次对青叶真司的心理造成了冲击，他已无法承受，因此精神出现了问题，时常做出怪异的行为举止，与周围邻居发生冲突。青叶真司的个人经历令人唏嘘不已，无论是他本身的遭遇还是他制造的后果，处处都是悲剧。截止发稿，此案的具体庭审日期尚未确定，但我想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毕竟有36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相信法律会有一个公正的审判。